早晨，弟弟，早晨，先生，你好吗？唔该，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南弟，今年我27岁，我嚟做饭，我有一个小朋友3岁，我已经做嘢喺香港1年2个月，照顾宝宝80岁，我识煮中国书，字语、字解、各种细节问解。每间叻做嘢，礼貌、流失、每薄仔，我想做满2年合约。唔该晒，弟弟，唔该晒，先生，喺香港再见，拜拜。